今天是在西宁，是在青海，有这个大草原，所以呢灵感迸发，就画了一个蓝绿色，其实是三层，哎呦好多红血丝，一层是褐色的，然后有一层是蓝色的，然后这个蓝色呢其实是特别特别明显亮的一个蓝色，然后下面这个呢是一个蓝绿色，有一个像 Tiffany 绿的一个颜色，然后 Tiffany 绿的这个眼线胶笔我也画在了前面，为了配合这个蓝绿色的眼线呢，画了一个比较偏橘的腮红和这个唇。今天我的眼影的底色也是一个棕橘色，上面这一条蓝色的这一条眼线笔是这一支，这支眼线笔特别便宜，但是呢很好看，因为它就是那种蔚蓝色，就很显色。然后这一根就是下面这个有点 Tiffany 绿的这一支。好，那么今天就是这个眼妆，就是尝试玩味一下。太胖了。好吗？好，再喊起来好不好？谢谢。打起精神来。好吃好吃好吃，松鼠变好吃，好吃好吃好吃，结果变好吃。太胖了。